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的。最近各位应该有看到这则广告吧？又是元宇宙啊，多么熟悉的味道！祖克伯耗资百亿都无法实现的梦想，但在台湾早已经是稀松平常的日常啊。无界交错时刻，游戏在中国叫做《起源战记》，开发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。香港的代理坦是汪威互娱，跟之前那款《闲游剑仙》是同个代理，可能发现那种文字类嘎不动韭菜。所以赶紧换上别款，毕竟元宇宙才是今年的财富密码。搭配几个知名网红，加上台湾代理也是最懂元宇宙之一的易亨，还不轻松把各位拿捏了？如果祖克伯早跟他们合作，早就统治世界了好吗？照惯例先验证一下，避免误杀。虽然官网这次没有直接放职业介绍，但游戏宣传图中还是可以找到。第一个是骑士，再来法师。射手、魔女、拳师 ，OK， 那就确定这就是本次的犯人，开始进入审讯环节。这次代言人请来吴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建议还是好好卖你的饮料跟经营名声吧，不要踏入不该碰触的领域。开场又是这种带有浓浓奇迹风的动态演出，然后来一个尊印镜子，展现角色的高级装逼感，而人物的建模依旧是画质感人。美术超前，浓浓的味道最对味。另外有些职业性别还没做出来，但估计台版上架的时候就会有了。而最近还没有看到各种垃圾广告喷发，可能广告代理商还在筹备中，想必之后又可以看到各种倒素材跟浮夸宣传的作品了。那我们就选这一位，一副就是从快打旋风客串的春丽吧。游戏居然有个简易的捏脸系统，并且已经帮你预设好不同种的个性，这真的是非常有创意。让我们来看看甜美。娇羞、优雅、神秘、端庄、冷酷，也不对，我到底看着啥小？现在的元宇宙手游都这么超前了吗？那我们再去看一下男角，冷峻，这个气势就对了，高贵、俊俏、帅气、温和，不是啊，这长得一副就是要杀我全家的样子，成熟，这个感觉比较像是落魄啦。其实厂商如果不懂怎么做这种捏脸系统，可以不要硬做没关系。真的是再次定义了形容词，也或许这就是你我所向往的元宇宙啊。那进入游戏以后，看看这开头对话，陌生又熟悉，这真的是一语点透啊。陌生的永远只有上架前的名字，熟悉的就是这种挂机放置 MMO， 这引领潮流又不退流行，不用手的 auto 放置玩法，搭配轻巧酷炫高帧数的轻功演示，让你刚买的 iPhone 14发挥 100% 的卓越高效能，但似乎少了一个味道。对了，就是大翅膀，完成任务免费赠送，这隔壁一款还要卖你3000台币，这边居然免费赠送，根本血赚啊！这么佛心，我还不玩爆你100年。你说没有打击感，这并不重要，重点是你的 money 够不够，有没有超能力可以屌打平民。然后我走着走着，突然穿越到另一款代号天歌中，看到这似曾相识的动画演出，这就是多重宇宙的世界吗？看这妖艳的身姿，邪魅的气质，性格肯定是端庄了，真的是爱了爱了。那我们开始冒险吧。你说这跟刚刚那款好像玩起来差不多，元宇宙的含金量懂不懂？重点它是什么？治愈性 MMO， 让你心灵愉悦才是最重要的，解放你的双手，就算你同时玩上上百款，也不会占用你宝贵的时间。或许你无法体验财富自由，但至少可以享受时间的自由。然后你可不可以只要氪金一下下就好？结论：换皮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菜换旧菜。刚开始在喷这些垃圾游戏的时候，曾经有个观众留言说，放置 MMO 不都这样这样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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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 现在仔细想想，啊，确实，当你打开社交软体都是这些垃圾，久了以后你就会习以为常了。而厂商拼命塞，韭菜拼命玩，试问屎吃多了怎么可能脑筋目明口吐芬芳？厂商要你感受的是诚意还是恶意，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愿韭菜们有一天清醒了，别再当另类的小粉红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冰的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